先父违抗玉帝之意，头悬世曹，我等恐玉帝见罪，拜求袁先生搭救，逃离四毒。可袁先生说，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。终归会有人来取我们的性命。 先生还说，舍身成人便是我族世世代代的天命。我信，但我不认。但愿你的命，不是在为这老天做嫁衣。
兄弟皆已诸福，不去相会更待何时？哎，缘落缘起。